下。最后一页了。第七题。对，还有习作。哦。来，我要看没有写的，没有写的站起来。早就准备好了。但是习作等一下才会看呢，先看最后一页，第六页。来，先看第六页，不错，你们都知道我要做什么，而且还会主动帮我讲，谢谢，真好，真是轻松的感觉。来看最后一页第七题，先自己看自己写。那个正乃已经写完了，继续写第八题。还没写的，来自己看题目，你一定要自己看。一定要自己看，然后等一下我再带你们看，然后你再做对照，你刚刚到底没有看懂这样。你的吗？不客气。认真看题目。这也是一个方法，可是，等一下、哦，你确定？想看看，想清楚，想清楚。第一题一定要先完成。那第一题其实题目不止一个，总共三个呢。三个。哎，哎，你们的题目少一题，好难怪，好奇怪，为什么我那边？嘴角流血、啊，哦，那就是因为太干了，不是，就沥掉了，不知道，就是有时候不是会长那个什么的，去咬那个，不是咬，不是咬，就是鸡眼，就是，太努力认真做事，睡眠不是很够的时候就会这样。哎，对，类似这样，类似这样。痘痘，嘴巴上面那个不叫痘痘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会有点上火的感觉，这样，所以他就会好。子宫肌瘤。小智，你都还没回答呢，你知道？你看了吗？来，我要确定你们每个人都看了，看了，请你先往下完成。对，继续，对，他最好，不是他。他很不错，他真的拿橡皮筋出来操作。你先自己来，先自己来。我要先确定一下，你们第一题每个人都看过了。那，哇，你怎么那么认真啊？是上课写的还是回家写的？上课写的，因为他已经写到只剩下一题而已。然后红衣还在发呆。好。慢慢来，我没有要你们急啊，慢慢来就好。好，好，我开始讲了，因为可能有人题目看不懂，我需要一把尺，谢谢。这时候我就会觉得铁尺好用了，可是这个也不是铁，对不对？他的意思是怎样？他说他下面有三角形，不是吗？他说底边怎样？底边固定不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为了让底边固定不变，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，其实这一招是学九二的，这样我底边是不是就固定不变了？有看到吗？我透过这一把尺固定它嘛，对不对？刚刚他的做法是用手，啊，可是手你还是会动来动去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可以操作了。那接下来呢，他就可以拉出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了解哦。所以三角形指的是上面的那个这两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是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来，第一小题。他说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往上拉，面积会怎样？变大。Hello， 你要回答呢？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往上拉，很明显看得到，面积变大了。然后你往下呢？面积很明显变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往大不往上往下面积都改变，对不对？变大变小。所以第三小题问你了。你要怎么拉，它的面积就有机会变不了。自己回答。自己回答。
你拉只有拉上面这个点哦。我手只有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往上拉面积变大，往下拉面积变小，你要往哪里拉，它才会面积没有变？往上就变大，往下就变小，所以你只能够怎么拉？对啊，那所谓的左右是什么意思？所谓的左右是什么意思？要讲清楚哦。左右是什么意思？我看谁可以讲得清楚。三角形，对不对？赞。嗯。你其实啊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。三角形我也可以这样放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这样啊，这样啦，对不对？了解在讲什么？所以这样往什么时候往上对谁在讲？往上往下对底边在讲，对不对？知道我在讲什么、哦、？Hello。哦，臭小子，红衣跟红品言。红品言。我刚刚叫你们来找我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来找我？叫我找你。你们两个过来。红品言。你怎么会叫他们？黄品言，我刚刚不是有叫黄品言跟红衣吗？班长就有听到，就你们两个没听到。没有，那是我这个带回去，你给阿妈，不是、啊、你给阿公，你给妈妈，我有跟他们交代过了，他们会去处理。我手握这个，爱我要他们去申请了。那不是离婚证书。好。来看我这里哦 ，Hello， 看我这边。所以所谓的拉高拉低是以底边为基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的道理，你所谓的左右是对谁来讲的左右？对底边来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所谓的左右，你所谓的左右是这样，你所谓的上下是以底边为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底边为主，你的左右啦就不能上也不能下，不能上也不能下。所谓的不能上也不能下，就是要维持高度嘛。先把这四个字写上去，维持高度。写在第三题。第七的第三小题的旁边，因为你不能上也不能下，对不对？所谓的不上不下，就是不能高也不能低，对不对？不能高也不能低，就是要维持高度咯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维持高度，就是你们所谓的左右嘛。那所谓的维持高度，就是那个高度不能变哦。那所谓的高度不能变，也就是说你只能够在上在哪里动，维持相同的高度。同学，三个字一样高，就代表什么？平行，对，一样高就代表平行，所以你要在这上面移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两个要有什么关系？平行关系，自己注记哦。所以你要在哪里移动？在一样高的地方移动，对不对？一样高的地方就是看本来的高度有多高，本来的高度有多高，就维持这个高度左右移动，维持高度左右移动，我就不会拉高面积变大。变低，面积变小。好，接下来，你有没有办法？来，请问哦，这个点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请把三角形画出来，自己画。这个点也可以跑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没有往上也没有往下，维持相同的高度。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三角形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拉过来，三角形是在这里，拉过来，三角形是在这里，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，因为你不见得会画，表面看起来很简单。再一次哦，三角形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拉过来，三角形在这里嘛，拉过来，请把这两个三角形画出来，在这里的时候，在这里的时候，其实它如果弹性够好，它也可以一直拉，拉到旁边去了。了解在讲什么？可是不管我怎么拉，有一个东西没有变，底没有变。在底没有变的情况之下，我维持它的相同高度，所以它面积不会变。画出来，来试着画。抱歉，谢谢。画得非常好。你画好的人呢，请你画。另外画一个，跟它面积一样。另外画一个，跟它要面积一样。
同学，你们现在进行在这里哦。点在这里的时候，三角形在这里；点在这里，我拉到这里来，三角形形状画出来。我拉到这里来，三角形形状画出来。我要你画三角形，先把三角形画出来。画得很好，画得很好。本来三角形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拉过来，三角形在这里，这个三角形要画出来。拉到这里，三角形在这里要画出来。点不一样，三角形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些面积都一样，只要我维持相同的高度。请你画出拉到这里来的三角形，请你画出拉到这里来的三角形。好，对，继续。基本上想法对了，但是你有点违背了一开始的想法，因为他一开始就有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什么东西没有变？底边长固定不变。对了哈，而且我在拉的时候，我有移动吗？我是不是没有移动？我只是在这边嘛，所以底边是还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底边没有跑来跑去嘛，你的底边跑掉了。了解吗？但是你的想法是对的，我没有说你错。你画了这个三角形面积仍然一样，只要怎样，它就一样，你的高度是一样的嘛。我还要再确定一件事情，你的答案才会真的对哦。我还要再确定什么事？这个就好像是我三角形在这里，对，我拿到这边来面积还是一样，我拿到这边来面积还是一样。所以你刚刚有做一个确认吗？你把三角形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这一条长度也跟它一样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你的面积都跑掉了。好，修改。这个是，来，一定要练习画哦。好，好。那你挑战两倍，两倍面积。画得很好，请你挑战不是在这里画。换一个位置画，面积一模一样。换一个位置画，不是在这个上面画，只不过就是说，可能你拉过来换在这边画，或者这边画，这样都可以了。就是画出这个三角形面积一模一样大小的面积，不是全等哦。像这三块面积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刚刚我们是都在这里画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换位置画？换位置一样可以画出相等的面积，这样。你可以直接在这上面画呢，你为什么要？还有就是，你没有工具吗？有啊，你的尺呢？但你的尺不好用，借我一下。因为也缺一根破烟，但是还是可以用了，但是很不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前后拢一堆啊。老师有背哦。这个这样移来移去的时候，我下面这条有动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可是你动了呢。你这个动到这里来了呢，对不对？哪里？我在这里调，我在这里调。我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懂我意思吗？三角形要画在这里。你掌握的功效吗？你已经给它刷过来。你掌握的功效吗？不知道。哈？老师，你的背哦。你的背后有东西。什么？背后啥？哪里？对，好，谢谢。你本来三角形不是在这里吗？他不是说底边固定不动吗？你拉过来，你拉过来的时候面积，你拉过来的时候面积不是会跟他一样吗？所以三角形要画在这里，三角形要画在这里，本来在这里，画在这里，画在这里，这些面积都一样。这一条没有动，你已经把它移到这里来了。这样子。你已经把这个移过来了，这一条的长度你移过来这里了嘛？我们刚刚是在同一个三角形里面画，用这一条底边去画三角形。你已经另外画了，还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但是它没有错，它不用擦掉，它还是没有错。只不过，哎呦，你都写完了。哎。答案都对吗？我不猜。Thank you.
跟你差不多，跟你差不多乱讲。你明明有一题没写。我还在想。他怎么跟你差不多？明明有一题没写。好。不对。你的图有，你的图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错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错在哪里吗 ？OK， 很好，反应很快，好，好，好，不错。你不要小看这个，感觉上很简单，看我在操作很简单。OK， 好，你也画得很漂亮，可是山可以直接画在上面，它真的画得很漂亮。好，就是。好，那个，所以我们画出来会怎样呢？因为这一条底边没有动嘛，在没有动的情况，我就动上面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条没有动哦，所以这个拉过来的时候，橡皮筋会跑到这里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开一条不叮当哦。然后如果你橡皮筋拉过去的时候，哎，开一条，赶快不叮当嘛。所以你的橡皮筋会变成这一个样子，哎，开一条还是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一下。如果我要在这里，有些人刚刚已经画出来了。如果我要在这里画一个跟它面积一样的，你会怎么画？如果我要在这里画一个跟它面积一样的，不可以在上面画。我要在这里画，要怎么办？刚刚这个图形面积都一样的关键在哪里？它们的底都一样，底都一样，对不对？还有高度也一样。所以底是不是很重要？所以你过来这里的时候要先处理谁？所以你应该先把这一条的长度怎样复制过来，复制过来就看它有多长，对不对？要一模一样的长度，对不对？这条长度如果跟它一样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有没有办法呢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刚好到我的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把它复制过来。哎呦，我好准哦，差一点点而已。有看到吗？欸，我在看不啦？有啊，你有在看吗？阿美，看我这里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说你后面那个女生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是不是量到这里？注意看了，我从这里量到这里，然后过来的时候，我把它量过来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量过来之后，接下来就简单了，做法就跟刚刚。来，请问一下，接下来我怎么做？在上面随便，随便找一个点，为什么随便找都可以？因为高度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平行就一样高，高度一样，底又一样，面积保证，所以我在上面随便我找，随便我画都可以。所以看你喜欢哪里都行了，看你喜欢哪里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喜欢这里也可以，如果我喜欢这里画起来会怎样？虽然它有看到吗？这个三角形跟那边的那三个三角形面积都一样，因为它有一样的底，有一样的高，一起安尼出出呢，一起那是 A A 啊，三扇，不是啊？它就是瘦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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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瘦，对不对？像这个是这样，那是肥肥肥肥肥肥起来，这样算起来嘛？了解吗？所以。有些人的身材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人的身材是是这样嘛，对。不是有些卡通他们都会这样画吗？也卡通做补耶吗？然后这边很瘦啊。好，接下来请你们想办法来，在你的，因为上面位置不够了，对不对？请你在你的笔记本上画，先随便画一个三角形，先随便画一个，先随便画一个三角形在笔记本上。现在我们在笔记本上先随便画一个三角形，随便画一个就好，底边放在格子上，等一下你会比较好画。底边放在格子上，底边让它刚好在格子上。好，随便画一个就好。其实我也不用要求你这个，只是这样比较容易思考而已啦。
画好之后，请你想尽办法画出这个三角形的两倍面积大。你画好了，对不对？画好之后要画这个三角形两倍面积哦。面积不是刚刚好，要两倍哦。你有几种画法？两种，非常好。好，就是要画出两倍的面积。像刚刚我们的画法是底一样长，高一样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管在什么地方画都一样，面积都赶快。啊，我今晚我不要赶快，我要两倍，两倍，两倍大，我要两倍大。你有几种画法？请你把你可以想得到的画法画出来。直接利用这个三角形画就可以了。哎，直接利用这三，就是利用你画好的那个三角形去画两倍大就，了解吗？你也可以另外画了，但是一起画对你来讲可能简单一些了。你这个面积应该不止两倍大，你这个面积是四倍大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会这样子说？好，我希望它是三角形。你本来三角形是哪一个？两倍之后的三角形，那叫平行四边形。但是你不错，没错，它是两倍面积，但是它不是三角形而已。厉害，厉害，真的厉害，很棒，它完全都画出来。还有第三种方法吗？其实有了，太多了。你能不能写出第三种方法？其实真的写不完哎，画不好。刚刚突然发现了，我本来也以为只有两种，我本来也以为只有两种，可是我刚刚突然发现不止两种，其实我有无限多种方法。但是那两种是关键，那两种是关键。同学，你要记得哦，面积的大小，底固定的时候，高度改变，面积就改变，对不对？高度一样的时候，底如果也没变，它的面积就一样。对。所以咯，我现在就是要让面积变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是放大哦，它是面积变大哦。随便一个三角形，我要让这个的面积变两倍，就橡皮筋拉一拉就好了。你屌嘞，谢谢。我很傲有啦，阿哥赶紧退较紧。慢慢来，我拍掉一听。谢谢。啊，有点太小。啊，我这个我。这个没有什么弹性，这个放很久了。这个。对不起，我的啊。哦，这个响哎。啊，你的哦。你可不可以换一个？这个是三角形，来看我这里，这个是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我主要移动面积不会变嘛，我要让它变哦，我要让它变，而且要变两倍面积，请问一下我要怎么动？拉高嘛，拉高拉多高？拉跟它一样高。两倍的高。本来这样高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原来的面积？对。拉高面积就变大嘛，可是我现在不是要变大而已，我要刚好两倍。所以本来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怎样？两倍高。再拉一倍高，对不对？这样才会两倍高嘛。再来共享哦，两倍宽的两倍面积嘛。先把这个画出来。画了。然后两倍几个。你的画法不是这个画法。高高怎么看的？高在哪里 ？Hello， 这个三角形的高在哪里？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被拉两倍，对不对？哦。所以这个高度被拉两倍，
所以这个高度被拉两倍，你要去数格子，你们上面有格子，所以这个高度被拉两倍，两倍高，哎、欸，两倍高，我讲你一定要下家，上简单的是下家了，上简单的是下家，不过我讲你一定要下家，我下到位拢会使，我只要放在一样高，我只要放在一样高的地方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什么叫做一样高？对底来讲，对不对？两倍高，两倍高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我这个是最规矩的画法了，我可不可以比较不规矩一点？宽度同款就好了嘛，我是不是应该会当揪一边仔？对了吼，我嘛会当揪一边仔嘛，揪一边仔无要紧啊，宽度嘛是两倍宽啊。对了吼，先把这个画出来。除了这个画法，还有别的，自己想一下。你那个画法一样，面积会有四倍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等一下你想一下，好，再画别的。哎，你这是这个这个哦这个，好，因为版面的关系，你能不能画出第三种？红有画出第三种了吗？我看谁可以想出第三种。你们要先想出第二种，你那个的面积，你那个是四倍大的面积。这个才是两倍大的面积。底一样，对不对？高两倍，所以面积两倍，你知道你的问题的吗？那个先放着，错的留着没有关系。还有另外一个画法。这个画法是要画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个画法你是把这个两倍，这个两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图形是相似图形，所以你边长都给它两倍，这里拉两倍，这里拉两倍，所以这个图形变这个图形的时候，四倍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你两种画法都会了，好。这一个会是它的四倍面积大，你分开画，其实上可以一起画，你那个就，这个是它本来的三角形，一 U 它本来的高度这样，这个 U 一倍宽，安尼是不是两倍宽？两倍宽面积会变两倍，怎样来讲一下？等于两倍啊嘛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它下面没有动？好啊，下面没有动，一记得关多能不会关，一面积的能不会，记得面积两记得变多。好，对，你们想想看，还有第二种画法，来，先让自己能够有画出两种画法。有啊。那已经两种的举手。好，两种的，请你画出第三种。弘毅刚刚也还在想，但是还没想出来。我刚刚在弘毅那里才突然想到的，我也是以为只有两种，可是事实上。无限多种画法，你们刚刚的画法都是底边不动，动高，不然就是高不变，动底，对不对？对。难道我不能不动？往下画。好。对。你这个的画法，你这个画法是这个面积的四倍了，因为你下骹叮当叮咣啊叮当。上面那个画法，你会发现哪个地方没有动？下面。下骹无叮当，所以我要揪两倍的嘛，两倍面积嘛。啊，我能揪四倍的四倍面积嘛，下骹无叮当。不用擦掉，自己留着。这个画法是四倍的面积。好，你这个一样，这个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这个 OK， 这个是四倍，你知道哈？知道。那这一个你是 OK， 可以，你去数格子的嘛。然后你这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数格子，那你数的格子呢？你有去算吗？所以你这一个从三格变四格，所以它是三格变四格，三格变四格。对了哈，啊，你下开你是从四格变六格。厉害，他真的画出来，赞。
赞，真的赞，而且他画的又是比较困难的方法。我想的是比较简单的画法，他用的是比较困难的画法。等一下哦，面积两倍，我这样子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拉两倍高是不是两倍面积？因为底层高除以二嘛，这块面积跟这块面积一倍两倍，对了哈。所以你画的时候，它的高度在这里，拉两倍高。先把这个画出来，就是黑板那个图形先画出来，好吗？哪有？你的本来的三角形是谁？这个两倍高呢？对对对，写的两倍高度哦，高来来来，高度在哪里？你告诉我高度在哪里？对啊，所以这个才是高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两个橡皮擦呢。所以你的高度在哪里？你的三角形是这个吧？高在这里呢，两倍高呢。哦，修正在旁边，这个留着没有关系。还想不出来，没有关系。你有画出来吗？你画的是各式各样的两倍面积。好，你这个跟均周的是一样，你图形画得非常漂亮，可是它事实上是四倍面积。你画的这个事实上是，有些同学这样子画哦，至少三个。雅轩的图画得很漂亮，像是你本来图是这样，然后你们直觉就是拉两倍，对不对？直觉就是把它拉两倍，所以你事实上是这个是放大两倍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放大两倍，所以你是1:2，1:2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边角边放大。放大，你注意看一个东西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会更容易了。注意看喽，看黑板，看黑板，我把它一样的做法哦，两倍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也把它两倍。请问一下，最后的面积是变两倍吗？不是，很容易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有看到哈？几块？10块。所以你两倍放大面积四倍，先把这句话写上去。两倍放大面积四倍，然后画这个图。这个不需要正方形哦，长方形就好了。我画的太正方了，请你画长方形会比较好。随便一个长方形，你拉两倍，这个也拉两倍，你会看到它的面积事实上是四倍大，它不是两倍面积。面积会张开出四大块，但是我们会说它图形是两倍放大。慢慢来，把它弄清楚。这一个我也有办法，你这一个，你这个先把这个画好哦，画好的人再画这个，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画成四块一样的？它也可以画得出来，它可以被切割成四块一样大的。你画看看，画看看，它也可以被切割成四块一样大的。所以就是你先画这个，因为这个最容易看，这个最容易看。然后你要自己旁边注记，两倍放大，面积是变四倍，因为二二得四。你看正方形就很容易看到两块乘两块四块，三角形不容易看到，所以这个比较有挑战。先把正方形的话，再画三角形的，写得非常好。然后你利用你的这个三角形，你能不能这个可以切成四块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根呢，有没有办法切成四块？三角形的你会画成四块吗？你知道那四块在哪里吗？那四块仍然是一模一样哦。你刚刚画出来的这四块是一模一样哦，不是面积一样大而已哦。这四块的大小形状是完全可以叠合的哦。它可以对折，再对折，完全叠在一起哦。三角形也是一样，可以切出四块一模一样的。想想看，这比较难，试看看。关键在哪里？要不要提示你们一下？不用。因为你是两倍放大，所以每一条边长都两倍，所以你要抓出一倍在哪里。
对不对？因为它是所有的长度都变两倍了，直接在你这个上面画就可以，非常好，厉害。啊，那安尼歪歪，你干嘛要歪？歪歪的好，歪歪歪。好，试着画黑板那个，就那个三角形的。哎呦，你都画出来了耶！啊，没有，这个都是那个高度两倍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其中一种画法。正方形画好的，请你画那个相似三角形放大两倍的。如果我是你，我这条会直接拉上来，本来高在这里，拉高到这里，我不会没有画，不然就画虚线，这样。好，长方形那个画好的人，请你画那个三角形的，你那个要补上虚线，因为这样看四块才容易。厉害，赞。可是有点小出彩，他应该要碰到，他应该要碰到哪里？他应该要碰到哪里？这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为什么他没有碰？是因为你在画的时候有点歪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你没有完全在格子线上，但是你的想法完全对了，这个一定会在刚好在这里，所以完全。我可以帮我们重点吗？可以可以，你就是，但是这样就奇怪，所以因为你这条有些有也歪掉了啦，所以如果我是我来画这个图，我会先掌握哪里，才不会有这个逼车的情况。你刚刚是选择这里跟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跟这里如果要准，必须要很准，很准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一定要跟它平行，这个一定要跟它平行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啊这样容易逼车，对不对？你画的不够平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做就不会逼车的情况？两条来，容易逼车嘛，最好是一个就好。啊，恁两个过来想要得到这个，对不对？反过来呢？你两个过来是要等这嘛？啊，反过来的做法是什么？这边，反过来的做法会是什么？你这边一个，你这个过来想要到家，这个过来想要到家的，对吧？啊，我两个过来能逼车嘛？那我要怎么做就不会这种逼车？我反过来做，我先做什么？这两个过去、哦。等一下，慢慢来。这两个过来是为了得到它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呢？反过来就是这两个后，谁先？谁要先哦？嗯，这两个过来是为了得到它，倒过来就是什么？这个要先，再连。啊，这个在哪里？这个地方在哪里？这个位置，你想要交叉的位置在哪里？你说这边哦。对，反正过来也应该碰嘛，碰的地方应该在哪里？你是说这边出去吗？这样出去。对，就是碰的地方应该在哪里？这个过来跟他，你希望他碰不是吗？对啊。他们应该要一起在哪里碰？在这条线的哪里？有人 ，Hello， 他也画出来了。你先画哪里？我先问你，你先画哪里？你先画什么？先画这一条，再画这一条。好。没办，那个高把它画出来。哎，你应该在这个上面画，你要另外画。你能不能在这上面画？你能不能可以好画？我看你的垃圾捡起来、啊、不管是不是你的捡起来，要么就是你，要么就是他。他把盖塞进去，然后就掉出来了。你们两个放学后要找我，我说叫你们不可以带零食来。教官给我的。教官。对啊。美外，你两种想法都画出来了，而且你还画出了一个刚刚那个恒宇想到的平行四边形，很好。啊！但是我要求了你还没画哦，你画了在这里。哎呦，你今天的进度怎么那么？没画。
很好。哎呦，哎呦，你们能不能直接，能不能用那 K K 的画得很好？但是它的重点在高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高度、哦、不过你一用这个位可以看得到，就高度都一样。好，好，很好，好，不错。嗯，所以你归去了一半，搁两杯，搁两杯，对不？我想到也是这样，那是上紧的。啊，但是他想的不是哦，他想的是更难的，我觉得很佩服。好，来，同学来看这边哦，你们大部分都画出来了，很厉害。来，我哈、哦，换句话说，你看嘛哦，最后我是不是要变四块，代表这边会有几块？三块。等一下、哦，本来是这一块，对不对？拉出去之后总共变四块，对不对？多了三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本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应该会有几块？3块。应该会有三块。那应该会有三块的时候呢？这个是不是刚好它的分割点？是。这个是不是刚好它的分割点？是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第一个动作会先做什么？先把分割点切开。对。哪里的？另外那边。这一个一倍两倍，这个是中间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一个一倍两倍，这个是中间，对不对？还缺一个中间没有找，谁？这一条。所以我会，所以我会这一条也会被两倍，所以我这一条先抓，对不对？对。抓了之后就简单了。就连起来了。连娘，找到共享哦，连。因为都是中间的。连，这三块跟它是一模一样的。是。而且你注意看哦。而且你注意看哦，这是不是一比一？这是不是一比一？一比一，伊得安怎？比例相同的安怎？比例相同的安怎？比例相同。比例相同。这边的比例跟这边的比例相同的时候会怎样？这里就会等高，对不对？对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懂。因为他们从这个点到下面都一样高。对。真的知道我在讲什么？知道。等一下，习作。好，我下午还有时间，我处理。